请求，请求赐死陈芊芊，以平天怒。放肆！请赐陈芊芊一死，以平天怒。能够做的吗？求求三公子，少生气，祭天平天怒吧。陈芊芊喊自己三公主只是为了好玩，可我身为一个背锅的，却要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请赐陈芊芊一死，以平天怒。请赐陈芊芊一死，以平天怒。你们是要我杀了自己的孩子是吗？如今民怨四起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有想着如何定陈芊芊罪名的功夫，倒不如想想既能保住福脉又能救人的法子。杨司户有主意了？不如先拖着，拖到矿洞坍塌，对外宣称援兵来迟，再对负责救援的大人假意斥责一番。至于受难者的家属，让衙门安抚安抚便是，无非是多花些银两。那月里府呢？听闻百姓已将月里府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陈芊芊进也不是出也不是，现在危难之中，此事还请城主拿个主意。请母亲下令。下什么令？庶人陈芊芊擅动龙骨，惹来天罚，牵连苍生，罪无可恕。女儿愿亲自带兵围困月里府，将她严加看守，等事态平息再论罪处置。准了，即刻带兵前往，看好了他，勿叫这孽障跑了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母亲，女儿定会护芊芊周全的。楚楚，芊芊一向最听你的话了，你这次去千万别让他跑了，一定要看好了他，有你在我也就放心了。是。楚楚，不管将来任何时候，你都要保护好芊芊。女儿定不负母亲所托。看样子城主对二郡主还是寄予厚望。芊芊是个不成器的，我这也是以大局为重，将重任交予楚楚，希望他将来争气些，对芊芊也会好一些。